他这个显然是受到了太好的对待。当然你们会所有都剪掉，当然你们什么都会剪掉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们当然都会剪掉，我当然知道，这个叫做不公平。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别人都不要碰我。就现在就是，等等，大家都让我冷静，让我冷静。觉得李文的状况心里比较难受吧，啊，因为他这个显然是受到了不太好的对待，然后他对于这个音乐的这种理想热情啊，那所以知道这个，我是心里面觉得很替他难过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事情这个很复杂，说老实话，不是大家就是很直白。那我只能说，第一个我没有听说过转椅子要钱这件事。第二个，我转身没有人能逼我，哦，我要转就是我想转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告诉大家我的状况。那现在被停播，你会不会觉得可惜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说我们这个一方面我们不是这个外界的这个连续连接通道，对，连接通道。第二点，我觉得有的状况我们会告诉大家，适当的告诉大家，那太多了，其实消息太多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再来，我们今天是来七八阿里小队，对，我们环岛非常辛苦，希望大家啊能够给我们支持，谢谢大家，会不会哭啊？眼泪担当谁？